大家好啊，现在又出来收网了，天气太晴了，哎呀，估计也没啥货。上来些杂鱼啊，还有这青蟹啊，还是母的，还挺多剥皮的。这些剥皮，剥皮哈，没骨头的。这只的话可能还没有什么高，个头还是稍微有点小嘛，是抓一些剥皮，还有这只青蟹哦，走去收下一网了。虾剥皮，哦，这网不错哦，兰花蟹还挺多剥皮的，哎，红红的，不会是条红鱼吧？哎，这碗不错哦，哇，这么大，红鱼，还条石斑、兰花蟹，呵呵，很多。哇，你看，剥皮也挺大，一条红鱼，这碗不错，都有。货是杂了点，就不完全是好货。还有条大红鱼。红鱼哦，哎呀，挺大，那条可能有个一斤，那条石斑。石斑鱼。这兰花蟹。这大泥猛哦，继续，你收完了，第三网了。先洗一下，感觉又有货啊，又是一条黑鲷，黑鲷啊，这网也可以哦，两三条，包工，这网剥皮就可能就几条啊，不多。这外边热的，啊，最后一碗了，上来就这么脏，来，上了最后这一碗，我们啊，太多了，这碗，一大碗虾，哇。那走了，太热了，那碗收完了，先回去拍了。好，回来，今天就基本上都卖了，像这些就换了。然后就那条大黑鲷啊，这条可能有个，也有个一斤多，
有包公，叫乌班嘛，还有几只蟹，这几个就留着自己给小孩吃了。然后过两天的小孩又开学了，然后开学就没得吃了，要等他们星期六回来才有得吃，然后这几个就留着了。还有这青蟹可能有个三两左右，应该一点肉吧，这看起来肉还不怎么饱满。挺多的，放这边啊。然后像这边的，就今天早上全部卖的，石斑啊，还有特别漂亮，花点哦。还有一条红鱼，剥皮鱼，那个哦，剥皮鱼这些，还有解决虾啊什么的，还有点杂鱼，也全部今天全部卖了。这个就一会就帮网友放血。杀好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